十月五日清晨三时许，一名男子进入本辖 KTV 店内，砸毁店家杯具及桌椅等财物。这里翻了，翻这个桌，嗯。这边砸，然后这边上面砸。你们有看过这个人吗？之前有没有看过？有。跟你们有纠纷吗？看过，他来喝过一次。可是那一天来喝没有状况，他们没有状况。现在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也不晓得。警方获报赶赴现场时，男子意图驾车逃逸，遭警方拦下。过程中，男子疑似酒后失控，不断对警方咆哮辱骂，遂对其喷洒辣椒水后予以逮捕。我坐着，你可以情绪可以控制一下吗？你错了，被你搞脸嘛！本案依毁损及妨害公务罪嫌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另酒后驾车部分，该名男子表示拒绝酒测，遂开立酒测拒测罚单，依法告发新台币18万元罚锾，当场移至保管其车辆，并吊销驾驶执照。